照現時委員會本身嗰個進度上面嚟講啊，我睇亦都係相當之理想嘅，相當理想。咁亦都係好緊密咁開緊有關嘅會議。咁現時嚟講，作為委員會，我知道佢哋咧亦都係提出咗各方面嘅問題出嚟，咁啊交俾政府嚟到考慮同埋作出有關嘅呢個解釋。咁我相信解釋咗，大家清楚咗之後，仲有啲咩問題或者佢有啲咩意見咧，我諗仲係需要由小組方面咧嚟到去同政府去進行有關嘅磋商。咁當然作為社會上面，我哋亦都會係繼續聽取社會各方面嘅意見，吸納有關嘅意見咧嚟到去向政府提出嚟。咁啊希望咧能夠係預期喺呢個六月份嘅時間咧，我哋能夠咧係可以完成有關嘅呢個審議工作。